大家晚安，我是吴界，那欢迎收看房导单元，且看一下。今天也会带来精彩的介绍内容给大家哦。那在开始介绍之前，有特别想跟大家说的话，我做的这个单元开放给大家投稿，但是呢，我没有限定说一定要几星的岛屿才能投稿哦，大家不用太过紧张啊。虽然呢，第一集投稿者就太强太震撼，的确是很吓人啊。那我做这系列的目的是想分享我觉得很棒的设计，并且给大家在改岛的时候可以当作参考哦。希望大家在看到画面后会觉得说，诶，这部分可以用在我的岛上这个样子哦。所以呢，我会把我访问的对象，也就是岛主提供的设计编号，都放在资讯栏供大家参考使用哦。而梦见馆呢，也即将在本周五开放。等开放后呢，我也会跟访问过的岛主们要他们岛上的编号，一样也会放在资讯栏上面，大家就可以实际的入岛去体验一下咯。所以啦，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房岛影片的资讯栏哦，宝藏都放在那里了。那今天第三集的投稿者叫做贝卡，目前呢住在北加州，他岛上的主题是日式与西式合并的岛。那他做了各种不同风格的区域，想试看看呢能不能把它们融合在一起。那他以前呢也有玩过动森，可是他忘记是玩哪个版本了。那这次呢又回来玩，没想到就中毒了。那他喜欢的动物居民呢，他说他岛上全部都是他的宝贝，他很难选哦，这样只好由我们节目制作组来帮他选啦。我看一下他岛上有谁。好，那就是阿依、小润跟福特啦。好啦，他有说希望大家可以认识一下他岛上的阿西、鱼板跟吸管，那我们就出发前往拜访吧。好的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发尼岛，应该是这样念吧，还是要念五尼岛？哎，那是阿依的家吧？哦，看到他在招手了。好哦，你好，我这次也有带礼物。哎，等下我按错了，我是要按开心。你好啊，那我今天带的礼物就不是阿依的海报了，我今天带的是手游版联动才会有的露营车哦。他也送我两个礼物哎，欢迎。那今天再麻烦贝卡来帮我带路咯。那我们现在一开始在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走出机场就是这里了，这里应该算是他的接待大厅吧。他好像想打什么字，没关系，我先自己逛一下。这边也有一个暖炉哦，一个大暖炉，一个小暖炉。那这边呢有一个办公桌，看来是要给人家办理一些出境入境的地方哦。那这边上面呢有一些金玫瑰跟黑玫瑰啊，机场大厅加图书馆，可以在这边等班机。再往上走呢就是它的广场了，来看一下它的岛旗哦，是一个兔子，旁边那是红萝卜，我刚一瞬间以为是草莓，但想一想兔子应该不吃草莓吧。那这边呢看起来像是卖酒的，他桌上这个蜡烛好像是冬天才会有的道具哦，会在狸猫商店贩售。他这边的摆设我觉得好像在哪边看过，就是好像在哪个百货公司有一个卖酒的，他们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装潢哦。小酒馆的确是卖酒的地方。这边是西方城市区，嗯，虽然地图来说这里是东边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阿依的家哎，阿依的房子，看一下，确认一下，的确是阿依的家。哦，有哎，阿依出现在右上角，开心，他岛上也有阿依哦。
有阿一的岛呢，都先葛莱芬多加50分哦。阿一跟小润的家哦，所以下面是小润的家吗？有诶，小润在这边。那他旁边有个泳池哦。那下面海滩这边看起来像是在办那种，海洋音乐趴之类的。你看他沙滩上面都有放那个地灯，海水浴场。哦，哎，好特别哦！我说特别的地方在，他用不同的音响播同一首歌，结果营造出一个远近感，就好像我们离舞台远一点的地方，音乐就变比较小声了。再往上走，这边有一个私人露天温泉，沙滩椅果然还是比较适合横着放的。因为我自己的岛是直着放的，那我觉得好像没有它的那么好看，下次我也要改放横的。美式餐厅，它桌上的东西明明是用平底锅放着的，但是我都会脑补成觉得它是披萨、哦、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它这边的地板我觉得蛮好看的，而且呢这样子看起来它不难哦，就是不难模仿，就是我们看一下，呵呵，应该可以自己学，然后换成自己喜欢的颜色。我可以来改一个红白款的。噔噔，刚才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这一块了，这个街景很厉害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按错，这边要抬头往上看一下。这边看起来很像上面会有人开窗户，然后丢一个盆栽下来哦。懂的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上面是阿一的健身房哦，还有阿一专用的健身房，真棒。钓鱼区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做一区钓鱼的地方哦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也有做一个像钓虾场的地方。但不知道为什么动物很少坐在这边哦，有点可惜，还蛮想看他们坐在椅子上钓鱼的。这边哇，种很多花，看起来是园艺区是不是？我来拍个照，这边看起来蛮漂亮的。不知道他是不是他特别喜欢蓝色，怎么感觉好像蓝色的花比较多？花店跟画画的地方，所以是园艺区无误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他刚才说的画画的地方吧。不过我进不去。哦，他的图是他的岛旗，进不去。对，那岛旗的那只兔子。接下来是森林区，耶、yeah! ！我很喜欢森林区这种东西哦。哇，哦，这个时候那个昆虫模型就很好用。哇，里面还有一个蝎子的，然后这边有露营地，哎，左上有那个黄鹅，哎，有点可怕。这里很漂亮，我要拍个照。耶、yeah! ，我来进去看一下，这里是他的露营地。哇、哦，哎，人真好，还有提供洗手台，里面还有垃圾桶跟煮饭的地方。他说他没有规划住宅区。所以像他这样，就是森林里面就有一两间小木屋放在里面。这里是吸管的家，这样还蛮合适的啊，就很漂亮。这样看起来，他动物的房子们的确是蛮分散的哦。那他应该是会配合那一区的景色来放合适的动物的房子进去哦。哎，他有福特哎，好开心哦。哦，这边海边它放了一些星星的家具，还有月亮野餐区，这边晚上应该很漂亮哦。我觉得，我再请他放一张晚上的照片好了，我再把它附在这边。哦，你就是传说中的吸管吧？我好像没有在这附近看过你。哦。居然是自恋系的，自恋系的青蛙，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叫吸管哦，这名字太特别了，看一次我就记起来了。哎、欸，
这里是怎么一回事？哎，这根本就城堡啊！城堡，哇，天哪！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它这个怎么做的。这个应该是用简单壁板，然后加上谷仓跟那个管风琴，婚礼的管风琴，拍个照，这太厉害了！这样子搭建成一个城堡，城堡可以进去。我刚以为它只是做一个好看的东西在这里，想不到它是可以进去的。那我跟着它看一下里面长怎么样吧。哦，从这边大家可以偷看到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。它这边放了一个棺材，比萨斜塔。哦，上面就是博物馆。我也有每个人都有的那个什么东西，你是说那个缩小的吗？还真的，这边有一个灯塔，然后风力发电的，跟一个小露营车。我今天也送他一台小露营车哦，他可以再多放一台了。哇，这边的地板好漂亮。噔，哇，是蓝色跟白色的家具哦。小希腊，这里很漂亮哎，它一样有用那个简单壁板，然后营造出有一些楼层的感觉哦。它的壁板真的很厉害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还有那些花蔓，然后爬到门上面去哦。中间是金鱼池塘哦，我来看一下。是这个哦，真的耶，是一个金鱼的样子，这样很好看呢。不像我只会挖一个四角形的池子，哇，这个很漂亮。它下面这边对婚礼区，它这边放了很多的婚礼的家具哦。婚礼的家具我也比较喜欢这个颜色，我应该都会把它改造成这个颜色。这边看起来是咖啡店哦，还有卖一些甜食。那它的壁板后面的壁板有在卖面包哦，看起来就是适合吃下午茶的地方。那它旁边这里放了好多鱼的模型哦，原来黄带鱼的模型是这样折起来的。再来这边看起来就是比较日式的建筑了，竹子啊，然后日式的围墙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和风桥，我觉得斜的和风桥很好看，日式公园，大家都可以试着做一个斜的桥哦。我觉得岛上有一个斜的桥就是帅，哈哈，哇哇，哎，他这个是有特别抓过吗？这个景色也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起鸡皮疙瘩。哎，这个地方我怎么会有莫名的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被说是诡异的儿童游乐场，为什么我会对这个诡异的儿童游乐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？我不知道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哎，我第一次在动森有这种感觉，好像我本人真的到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哦。汤泡汤区，我来坐这边，这边可以喝茶，喝老人茶。这边就是日式建筑区啦，但它为什么中间要用沙子？公共澡堂，原来这里是公共澡堂，可以跟其他动物们一起在这边洗澡。我想要跟阿姨一起洗哦。危险发言。那再往上走一点呢，这边也有另外一区，也是很和风哦，公共休闲区。哎，你看它真的，它岛民的房子，这是杜美的家。他的家看起来就很适合在这种和风的环境下出现在这里，就是完全不突兀啊！哇，这边还有一个古井，刚才我没有注意到。上面这一间也是啊，就是很适合在这种日式的环境下。小斯的家，
和风动物就住在和风区哦，很厉害很厉害。哦，这条走道它也是用一些和风的灯，然后加上这个是竹子围篱吧，颜色很大哦，这样用起来就很好看。这里是它的挖矿区，它的六颗石头长得蛮随意的，很自在。好，那再前往下一区，哇，这边看起来很城市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哇，这太城市了吧？哇，他真的很会用那个简单壁板呢。小东京，哇，这个街景太厉害了，我要多拍几张。哇，你看还有那些招牌扛棒，上面写 Kimi no na， 你的名字，往这里站上，站这里往上拍。好，我来拍一下。他这里真的好厉害哦！我来移一下、哦，那边会被椰子树叶给挡住。哇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里太厉害了。你们看，他连斑马线上面都是用那种日本代表日本的女高中生水手服，还有萨拉利曼那种上班族的西装啊。这边看起来是乐团表演街头艺人区吗？还有弹珠台。好，我们要从这个很厉害的扛棒旁边走进去了，是小巷子。哇，那上面看起来还有神社，哇哇，哈哈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，真的好棒哦！这个有点像我在玩那个人中之龙的时候，就一些日本的小巷子哦，就差不多是长这样子哦，很厉害耶，它真的很厉害，巷子内美食街。然后这边它也是壁板，有用一些招牌啊，上面写着乌萨比鲁，就是有在卖一些啤酒啊。然后它的这个小吃摊上面的那些招牌哦，然后海报还有印那个哥吉拉的海报，然后上面就放一个哥吉拉。然后这一张图应该是拉面店吧。超棒的啊，超棒的！然后这边又放一个哇，捞金鱼的，然后祭典，然后走到底这边是一个篮球场。目前仿的三个岛，大家都有放那个篮球场在上面哦。看来大家都很爱打篮球，街头篮球场。再来就是上来刚才神社的地方了。哎，他这边放了三只小老虎，神社哇，旁边是一整排的竹林哦。神社，它供奉一颗月亮。这边竹林底部有小小跟中中，还有阿嬷的墓地。讲到阿嬷的墓地，然后我就看到卖大头菜的经过。应该不是他阿嬷吧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也来敲个木鱼。好的，绕过神社后面呢，这边看起来像是住宅区哦。这里也是排得很漂亮哎，这些电线杆啊、电灯啊，很现代的街道感哦。最后一区住宅区，我发现。我在拍照的时候他刚好都会讲话。这边是鱼板的家，那上面呢，上面这边是阿西的家，刚好就是他有提到他喜欢的两只动物、哦、街口拉面摊。我现在也突然好想吃拉面哦，日本的拉面店都开很晚哦，超棒的。欸，你要努力帮你阿妈种菜哦。这座桥是跟刚才那个希腊区是连接在一起的。
欸，意外啊，它这边看起来就是比较乡村，然后它中间放这个蓝色的铁桥，原本是觉得是比较现代的东西哦，但是意外的很合耶，还不错看。它这个小巷子我喜欢哦，还堆了垃圾。它这边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可以往下的楼梯哦，我觉得它很会利用这种高低差，还蛮好看的。果园左边还有那个养蜂箱哦，诶，右边好像有人，哪边是入口？这里是养蜂场。对，我要诶，等一下，那个好像是福特，进去很难出来，没关系，我有我的绝招，只要用这个看一下手机，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位置在哪。哎呀，福特在这里，哇，好久不见，福特啊，福特好可爱。臣妾惶恐，哈哈，为什么是这个？拍拍手。哎呀，福特真的好久没见到他了。他在秘密海滩这边也有摆一些东西哦。这个是埃及艳后的头像吧？百货街忘记了，哇，还有做一个百货街，来进去看一下长什么样子。哦，这边看起来是卖，这里有法国面包，后面的壁板是卖蛋糕的，生日蛋糕，所以应该是面蛋糕面包店。他真的很会用那个简单壁板，呵呵，超厉害的。里面有蛋糕店、日本料理跟服装店，那这边就是他说的蛋糕店了吧？拍拍手。Airbnb 还有中华料理。Airbnb 是什么？我太想看了吧。哦，这边是他说的日本料理店吧？很有那个气氛耶，的确是日本料理店会有的装潢哦，很酷。我要一份花寿司。哎，这间房间，你是要抢那个刺猬姐妹的生意吗？在这边摆摊卖衣服，而且看起来好像展示的比他们还要多件哦，抢生意。哦，这间像茶水间的是什么？他这边放两只大王巨，哎，叫什么名字去了？大王巨足虫是不是？让他们两个面向电脑，这两个是员工。好啦，他们的姿势的确是很像在打电脑啦。哦，地下室就是他说的中华餐厅，居然是用吧台椅，然后配上这个中华餐桌。他旁边放两台电风扇在那边吹，我觉得很很有那个台湾热炒店的那种感觉哦。这边是想弄成在美国那些给外国人吃的中餐厅哦。哎，原来如此。所以那些在美国的那种中华餐厅就是长这个样子咯。哦，长知识，就像台湾的那种日本料理店就会跟日本的料理店不太一样了。还有偷懒的店员，上班在玩 Switch，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这样不是跟我一样了吗？二楼，这里就是他说的 Airbnb。 嗯，有厨房，嗯，小客厅，还有大电视，然后一张床，看是单人房哦。哦，还可以烤吐司的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健身脚踏车。哦，看起来该有的都有哦。嗯，马桶也有啊，就是没有洗澡的地方看起来。嗯，好，这样我可以来写一下入住评价了吗？哎、欸，
不错哎，它这该有的功能都有。好的，那我们再到最后这边还没去过的沙滩酒吧。沙滩酒吧，旁边放了三张床，哦，原来是独立包厢啊，就可以躺在床上面喝酒。嗯，这是大人的世界哦，小朋友不要学哦。哦，他这里是怎么了？放了一堆蝎子在等龙克斯来吗？哪里抓这么多蝎子啊？好可怕哦！还有其他的一堆虫。哇，大王巨足虫还有两只在这里。上面两只工作过劳死的话，可以再换这两只哦。这边看起来是最后一个景点了，这边可以煮饭。然后在这边海边用餐，经过仓库后，这里是烤肉区，所以刚才那堆蝎子就是仓库的意思了。好啦，最后只剩下参观一下他的房子哦，这里是他的客厅哦，上面有很多海报跟照片呢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有阿姨小润的照片，看来还没入手哦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左边是预测卫浴空间哦，但为什么有两个浴缸呢？冷水池跟热水池吗？嗯，合适。目前访导下来，发现大家一定都要有一间合适哦。虽然我自己的房间也会啦，我也一定要用一个合适哦。和风的家具那么多，不做一间真是对不起自己哦。哦，抓到，哈哈哈，房间没有收，东西乱丢，被我抓到了，哈哈哈，没关系，这个才是人之常情哦，这样才正常，哈哈哈。这边楼上哇，好多红色的家具，我看得好开心哦。哦，这边还有放几只动物的海报，有月兔啊，然后。糟糕，我突然想不起他的名字，小虎吗？阿虎，那一只猫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有一只猪鼻子的猫咪，让我对他印象很深刻。他地板上面这个绿色的地毯，我也觉得很好看，我还没入手哎，看来要再多找洛兰跟他买地毯呢。哦，这边放了好多衣服哦。欸，他这个那么大片的地毯，我真的一张都还没入手过。女孩子一定要有的。哦，更衣室哦，我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买很多衣服的人哦，所以如果哪一天有钱的话，哈哈，我也希望我有一个就是专属的更衣室房间哦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访导已经结束了。感谢贝卡，那我们现在先把现场交回给摄影棚。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大家还喜欢吗？我超喜欢那个东京区的，太让我惊艳了。其实这次投稿者是住在北加州的，跟台湾这边时差有15个小时哦，所以要拜访的时候啊，时间上我们瞧了很久，最后选在我这边准备要睡觉的晚上12点。跟他那边才刚起床的早上9点的时候，才顺利的访导成功哦。那我都会想要跟岛主喜欢的动物们对话，让大家认识一下。但我在访导结束的时候真的是太困了，就忘记做这一趴哦。所以我补一下阿西吸管跟鱼板的照片。他家的阿西还是住样品屋哦。我以为阿西胡子长这样应该是个暴躁系大叔的，居然是悠闲系的，这太让我惊讶了。那吸管是三只里面唯一路上有遇到，然后我有跟他说话的，也给大家看一下吸管的家。再来是鱼板，鱼板我之前出岛也有遇过，也超心动的，它长得好可爱哦。但是我没想到它家里居然是垃圾堆，跟阿姨一样哦，就是长得很可爱，可是家里却很脏乱哦。最后想跟大家说，因为这次的采访。
再次让我感受到这个游戏真的是无国界哦。那我也在这边呢，要特别的跟台湾的观众们说，我们要珍惜一下现在的状况，因为现在国外还有很多地方疫情还是停不下来。那包括香港地区哦，我从我的后台看，我的香港的观众数占了20%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么多香港的朋友支持我的频道，我也很想特别为你们加油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